嗱，你而家讲翻呢单咧英国货柜车，即系冷冻货柜入边有39名，即系39件尸体啦。咁啊，有20人咧就话证实咗系越南人。咁啊，19人系咩人咧？仲而家成一个谜，即系好大机会咧都有中国人份嘅。嗱，你睇翻，甚至有啲人话系福建人添啦，即系有车厢入边有福建人。嗱，你讲翻一样嘢就话初。英國警方就話全部都係中國人，因為嗰啲人全部都揸中國護照。首先點解越南人會揸中國護照呢？嚟睇翻呢段報道講先，即係呢條報道，即係呢段講，佢就話引起國際關注嘅，即係話越南人偷渡去英國，用生命去搏，去揾一個出路。佢哋咧寧願花大即係好大筆嘅錢啊！嗱，好大筆嘅錢咧，其實呢啲偷渡咧有平有貴，咁啊平價咧就一帶一路，貴價咧就空中服務，即係點樣平價法咧？平價佢就話幾千英磅至到10,000英磅，哇！對佢嚟講都好勁啊嘛，1英磅對幾多錢港元啊？10蚊，即係10,000英磅，即係100,000。咁啊，如果貴價空中服務咧，就要30,000多英磅，即係30幾萬港元。哇！對越南人嚟講，30幾萬，天文數字。真的要做幾十年才還到的。嗱，你睇翻一樣嘢，佢呢度講，佢話越南經濟咧，即係開始蓬勃噶嘛，好多即係開放型，佢都開始。佢話即係並非所有人受惠。咁你睇翻一樣嘢，並非所有人受惠。你全世界都好啦，你發達國家，例如香港、美國、歐洲，嗱啲經濟發展咧，都未必所有人受惠喎。好似香港咁樣，又話成日都話深水埗，中國唔使講啦。中國你估真係個個咁富貴啊？好多人都真係食都冇得食啊！喺啲山區入邊，啱唔啱啊？嗱，咁你睇翻一樣嘢，就話佢哋即係話要幾十萬甚至萬幾送一個人去英國打工，就話英國嗰邊有啲越南餐館，越南即係有啲鄉里，有啲鄉里同鄉咧就會照顧佢哋，係咪真係照顧佢哋咧？喂，同鄉通常你見到去到都係。用一兩個字剝削嘅啫，啊，為大家同聲同氣就好呃啊嘛，咁啊，隨時咧做完嘢咧，真係冇糧出，剝削甚至壓你人工都有份，因為你黑工咧，老實講就冇保證嘅，冇保障嘅，即係隨時死咗咧抌條，即係隨時死咗抌條屍咧喺鹹水海咧都冇人知啊！嗱，你睇翻一樣嘢，再講翻嗱呢啲佢話揸中國護照咧，啊，睇翻呢啲嘢，佢揸中國護照嗱。睇翻好多嗱，你睇翻越南同中國就好近嘅。咁啊，越南咧就係即係睇翻好多越南人咧就過咗中國入邊，咁啊發現咧，即係可能揾機會啦，就發現咧而家好似貿易戰嘅情況之下咧，喂好多嗰個經濟環境咧，比越南一啲發達城市嚟講咧，即係仲要差，即係直情揾唔到工作啊！甚至你有啲好似越南嗰啲女人咧，即系賣咗過去中國咧，即系話即系結婚咁樣啦。即系你諗下，諗下好多即系有啲中國人娶唔到老婆去越南揾噶嘛。喂，嗰啲女人過到去中國入邊，佢話嗰個生活條件比越南更加差，有啲直情走翻去越南啊，走翻去越南啊，跟住佢老公即系佢嗰個中國老公過越南，想攞翻個老婆，梗係攞唔到啦，係嘛？喂，呢啲擺明賣女嚟噶嘛？喂，你即係生活條件咩咁差，一定走噶啦，用腳投票。咁你講翻啦，即係話而家去講話攞點解攞中國護照咧？佢有啲人去咗過去咧，嗱呢啲中國護照係咪假咧？又唔知啦，真係要查啦。即係證明貪污成分好高，佢哋攞中國護照，有啲人呃佢咧就話，如果你攞中國護照咧，成日都講一帶一路啊嘛。一帶一路咧暢通無阻，真係暢通無阻啊！原來要上一架貨櫃入邊啦，上一個冷凍貨櫃入邊啦，一帶一路變一帶死路啊，係嘛？呢個冷凍貨櫃之前都講，我都講過啦，上咗去你係人都知啦，係出邊先開到門嘅，係嘛？出邊先開到門，喂，咁你入邊啲人凍到，咪要求救咯？你睇翻而家披露更加多消息出嚟話，喂。这个冷冻货柜入面有很多血掌印、啊、就说有些人求救 想逃生、啊、走不到、啊、因为这些冷冻货柜不同普通货柜、啊、
冷凍貨櫃入邊係加咗一層好厚嘅叫做即係嗰啲即係唔同普通貨櫃唔同啊嘛，你入邊點打出邊都聽唔到聲嘅。咁啊，跟住就話傳咗嗰個越南嗰個女，即係嗰個女死者咧，就話發出個短信俾屋企人，佢話唞唔到氣，同埋好凍，跟住冇曬信息啦。跟住發現佢嘅屍，即係發現佢嘅屍體啦。嗱，你睇翻一樣嘢就話，嗱呢啲咁嘅偷渡，其實中國入邊中國入邊一樣有人去偷渡去其他國家，甚至有啲中國人所謂呢啲中國人啊，攞咗呢啲政治庇護啊，去到其他國家用呢啲政治難民身份攞咗個政治庇護，一樣翻返去中國入邊揾食。呢啲好撚黑人憎，人哋俾咗庇護你，一樣係翻去中國人翻去中國入邊揾食，甚至攞咗庇護，佢都一樣喺即係譬如美國咁樣都係揸五星旗啊，話中國好，話中共好。喂，咁樣屌你老母！正常嚟講，喂，其他即係我好心俾你喺度留低，你竟然做埋出咁嘅事，係咪即係等於共諜啊？嗱，呢啲嘢就係佢自己做衰自己嘅。嗱，你咁再講翻嗱，你而家中共佢冇即係唔出聲啦。即係其實你而家查呢個中國護照，點解嗰啲越南人有中國護照？你咪查咯，貪污係咪貪污？咁呢個睇翻一樣嘢，就話嗰啲蛇頭咧，即係蛇頭啊！話再講翻有啲消息話，有啲蛇頭咧回水喎、哦，即係俾翻嗰啲越南人喎、哦，即係證明即係出咗事啦。甚至話喂唔止咁少人噶，有資料顯示最少有三至四個貨櫃，而家揾到一個貨櫃，咁三個貨櫃去咗邊咧？真係人間蒸發嘅，可能老實講，見到英國呢單嘢三十九件死咗，喂，可能嗰啲貨櫃途中有啲人檢查，一開個貨櫃入邊又係死曬，可能真係毀屍滅跡噶，係嘛？咁大鑊噶，即係所以你睇翻一樣嘢，就係點解即係話呢個即係呢個控即係呢個偷渡潮？你睇翻香中國一樣有人偷渡嚟全世界，嚟香港都一樣有。嚟香港，嗱你睇翻香港一樣有黑工嘅情況，一樣有剝削，係嘛？只要即係係好多，你而家揾到市面上有一定有黑工嘅，係嘛？你睇翻而家入境處成日捉極都有嘅中國黑工，啊南亞、越南都有。你睇翻越南人嗰陣時都嚟過香港噶嘛，好多噶嘛，有一個嚟到香港用一個叫酷刑申請噶嘛。甚至啲南亞亦都係用呢啲酷刑申請噶嘛，咁啊留喺度，咁啊老實講，佢哋講到明唔可以做嘢噶嘛，做嘢就拉得噶嘛，咁拉得，咁啊講翻中國一樣啫嘛，嚟到香港，嗱佢嚟到香港有咩做咩咧？你睇翻妓女，中國輸出妓女係嘛？你睇翻好多即係比較一啲街度咧，街上邊咧有啲企街咧，好多都中國人嚟噶。好多中國女人嚟噶，啲妓女啊，企喺度，即係兜客啦，甚至假結婚，我曾經講過啦，假結婚到而家都杜絕唔到，間中拉過一兩單假結婚，呢啲假結婚都係用一個叫做來嚟香港嘅途徑，佢哋一樣要俾錢，就算你落嚟做雞，佢都一樣要俾錢，一樣俾人剝削，係嘛？嗱，所以呢樣嘢。全世界呢啲人蛇人頭販賣就係呢咁嘅情況啊！即係呢啲咁嘅情況係極之嚴重嘅。呢啲香港又有，世界各地嘅國家都有呢啲咁嘅，即係偷渡嚟啊！嚟香港啊，嚟歐洲啊嗰啲發達國家用腳投票啊嘛，因為佢真係喺佢當地，譬如你中國入邊、中共入邊，而家即係中國人，佢怕真係唔想食草，佢咪用腳投票去到歐洲，甚至你問下啲高官嗰啲子女。用脚投票真系同你食草咩？去美国喂食肉眼扒，食 T 骨扒啦，喂睬你都戇鳩啦，系嘛？嗱，咁你睇翻讲翻中共国，嗱中共国对上咧有一单嘢要讲嘅，就系呢个叫做贝加尔湖。贝加尔湖发生咩事咧？嗱，咁睇翻呢单新闻啊讲啦，即系贝加尔湖，即系俄罗斯呢个赤塔市个上诉法院咧。就已經裁決咗
即根據下級法院嗰個裁決咧，就即係話拒絕一間中國公司興建一個叫做瓶裝水廠嗰個協議係非法嘅，即係話踢佢出局。嗱，踢佢出局咧，呢單嘢咧，睇翻呢段消息再講啦。普京啊，向即係話國家機構發出一系列指示，要保護貝加爾湖。嗱，呢個叫做環保，環保啊大曬嘅，環保啊一定，即係環保真係可以拒絕呢啲咁嘅工廠污染，即係話等於佢呢間俄羅斯都標籤咗你呢啲中國公司係有破壞冇建設嘅，係嘛？咁你睇翻呢樣嘢啦，即係普京，即係睇翻呢度啦，呢單嘢就係九月十四號報導嘅，咁啊，即係話克里姆林宮啦，網上發布咧就話。即是總統指示清單顯示俄羅斯普京向政府發出一系列保護貝加爾湖的指示，這件事出了之後這樣，看回這個俄羅斯，即是說這個赤塔市的上訴法院就裁決，即是趕你中國公司走咯，是吧？普京在後面插局，他就不要你那些東西，不要你那些即係資金啊，咁樣嚟到俄羅斯啦，係嘛？咁你睇翻一樣嘢就話，除咗呢個貝加爾湖之外咧，仲有木材喎、哦。木材之前啊，即係啲中國公司喺俄羅斯砍伐樹木啊嘛，亦都唔俾佢砍伐樹木喎、哦，亦都趕呢啲中國公司走喎、哦。嗱，睇翻一樣嘢，俄羅斯同中共。俄罗斯和中共啦，契哥伦契大佬啦，口和心不和，要钱不要亲，或者不要心，要钱不要亲就话要钱就不要你同你太过亲近，好现实。你再讲翻一个举动啦，咁啊中共嗰时阅兵啊嘛，佢阅兵即系话之前嗰次啊，阅完兵之后啦，就俄罗斯传媒咧就讲，佢话你中共嗰啲武器啊。都是山寨我哋，即俄罗斯的俄国的啦，是吗？即摆到明是看你不起，就要用你，你有没有能力自己研发呢？他又 100% 咩所谓他的中共国产是没可能的。美国那么冷静啊，都不可以 100% 国产啊，美国很多电子零件啊，都是很多有部分。都是有日本的啦，日本公司在入面装一些电子零件的啦，即是整个譬如你战机里面很多部件的嘛，有些是日本即是电子零件的嘛，那你有没有可能 100% 呢？你老实说，你一部做一部华为那些山寨手机都很多零件都来自美国的啦，是吧？就算你监控镜头很多零件都来自美国的啦，怎么可能 100% 所谓国产呢？如果 100% 國產那些肯定是屌你老母，用不到的。嗱，你再看翻一樣嘢，咁中共再講，即係俄羅佢嘅契大佬再講啦。之前佢就話：，喂，你中共冇反導技術，肯定冇反導啦。即係反導，即係話防止啲導彈打落嚟。即係你有導彈，你又叫洲際導彈。而家其實你俄羅斯可以企得住，就係因為佢有呢啲核武，有核武有。洲際導彈有彈道導彈，而中國亦都有洲際導彈、彈道導彈，但係佢冇一個叫防禦系統，即係冇一個盾，冇一個盾，佢就係好撚大鑊嘅。就話你可以打人，你打幾多支咧？可能你打十支過去，你可能得一支都未必過到境，佢就可以將你攔截曬嘅，係嘛？因為你睇翻。包围嘛，你我喺韩国整咗个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喺台湾整咗个铺路爪雷达，全部监视住你中共一举一动嘅。只要你发射上太空，你发射期间啫，你上太空其实导弹最易拦截咧，就系起飞嗰嘢，就系咁样拦截你，就系咁打爆你。喂，仲有佢啲海基神盾，系嘛？宙斯盾，陆基宙斯盾，日本都有嘅，日本都整嗰个陆基嘅。陆基神盾喎，系嘛？哇，种种中高低，系嘛？中高低高空都拦住你，卫星又掹住你，你点样打咧？咁啊，俄罗斯咪即系俄罗斯，老实讲，佢嘅反导未测试过啊，都唔知得唔得噶。
咁俄羅斯佢咪講咯，佢話：喂，你既然你中共冇反導嘅，咁我即係話俄羅斯就出技術，叫你中共出錢，叫一齊做啦。即係老實講，咪又抌鳩你心口，即係睇撚，即係好似買 S400咁樣俾你啫嘛，係貴過人噶，係嘛 ？S400， 喂嗱，呢個 S400 系統冇證實過，有冇可能用到啊？你睇翻敍利亞嗰時。敘利亞都有俄軍，俄軍亦都話佢話部署咗 S400嘅，咁樣你睇翻以色列嘅戰機咪又自出自入，咁你睇翻嗱俄羅斯嘅嘢得唔得咧？唔知，你可能對付一啲其他國家啦，即係嗰啲落後國家咪得咯，你對付美帝嗰啲嗱，即係未測試過、未驗證過噶，咁你美帝嗰個防禦系統，老實講成熟到真係插針都唔入嘅，咁你睇翻。睇翻一樣嘢啫嘛，即係美國，即係你諗下中共到而家都係死吹、死吹、死死撐，喂經濟唔掂，喂啲人真係我諗，即係中國人真係食草頂唔住咧。我有個即係我諗，即係提防香港咧有個偷渡潮落嚟香港，因為你睇翻而家好多有啲中國人偷渡嚟香港咧，好多爆格啊、爆竊啊，都係同佢哋有份嘅，係嘛？落嚟香港甚至唔好話偷到攞雙程證啊，攞嗰啲咩一周一行嗰啲咧，落到嚟咪又爆格咯，啊搶即係搶嘢抽家搶嘢都係佢哋，即係所以你睇翻嗰個國家嗰、那個人嗰個叫質素完全唔掂，國家即係有咩國家就有咩人噶啦，即係所以你睇翻而家嗰個偷渡潮，英國嘅偷渡潮真係。即係去英國啊！即係偷渡英國嗰個偷渡潮咧，我諗全世界佢都會有呢啲地方咧，即係譬如發達國家美國一樣會出現，有啲人去嗰啲國家度偷渡嘅，即係香港亦都要把好呢個關。即係所以而家中共嗰個經濟咧係不穩，不穩就出現隨時真係支爆，一支爆咧，一支爆咧咁嗰個即係你睇翻中共咧，真係嗰個共即係中共嗰、那個。嗰、那個叫做權力咧，就會真係會瓦解。個人意見，獨立思考講完。